在武汉大学老教授唐昌一的家里，许多学生都来给老教授拜年。师生畅叙友情，互相祝贺，共同进步。在遥远的贵州高原上，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也在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度春节。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去为祖国寻找更多的宝藏。让我们在艰苦而又光荣的工作中锻炼成长。在吉林延吉市长白公社，朝鲜族社员跳起了节日舞蹈。四川，在黑龙江，在从南到北广阔的农村里，公社社员尽情欢乐，他们将以更大的干劲投入春耕生产中，争取一个农业的好收成。在首都，人们也在欢乐地庆贺新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正在北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李隼同志等会见了解放军和公安部队的官兵以及列军属等。人大会堂沉浸在欢乐幸福的气氛里，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李隼同志等向首都居民致节日的祝贺。主席的领导下，在大比之年、大学之年中，以革命的精神奋勇向前，创造更大的成绩。春节集市场店十分热闹，四尺长的糖葫芦、风车等是场店集市上具有特色的商品。
尽吹，春满人间。我们满怀希望，迎接新春佳节。广州的花市，人们精心选购鲜花，把春意带回家去。春节市场一派兴旺景象，人们称心满意，选购各种年货。移风易俗过春节，人民公社社员买新年画，贴新春联。南方的农村，人们按照传统风俗做年糕，表示年年高，预祝我们的生产蒸蒸日上。做春盘，迎新春，迎接一个丰收年。